原创给力，湖南卫视《声临其境》获100万台长加奖励，恭喜《声临其境》拿下100万台长加奖励。两年前，湖南卫视徐晴团队凭借原创综艺《一年级大学季》拿到台长加奖励。两年后，再次凭借爆款原创《声临其境》获得台长加奖令，为原创打 call， 期待第二季《声临其境》。湖南卫视鼓励原创，大力创新，坚守品质，期待更多的好节目。